简单的问题，什么是爱情？它是否是一种味道，还是引力？从我初恋那天起，先是甜蜜，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。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，无处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也就像花中感冒，打着喷嚏，发烧又休息，冷热交替，欢喜忧郁，乐此不疲。叫人头晕的问题，什么叫爱情？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。研究过许多誓言，爱哭是烂，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。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，无处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也就像花中感冒，打着喷嚏，发烧要休息，冷热交替，欢喜忧郁，乐此不疲。比如美酒和咖啡都是水，可一个让你醒，一个让你醉。那么感情能否以此类推？有的很平淡，有的撕心裂肺。所以说永远多长，永远短暂，永远很缓慢。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计算，神秘的诺言誓言，甚至谎言，自己去领悟。也许多年，也许瞬间，自有答案。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，无处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也就像怀中感冒，打着喷嚏，发烧要休息，冷热交替，欢喜忧郁，乐此不疲。